宝贝，你的这个蛋趁新鲜吃吧，水波蛋。哎，我早上喝的咖啡，这什么咖啡？黑沃咖啡啊。又盖又盖。我要出门了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咖啡。哎呦，这个小朋友最近很喜欢吃生蛋。这边有卖好多书籍。还有一些小朋友看的书籍呢，我之前有这边买过。还有文件夹。有些鞋子都是新的，看，我看到那件旗袍啊，我想要再试穿看看到底能不能穿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无知无觉，应该可以再试试。这边好可爱，有个小女生的鞋子，你看这都是新的，还有这个，这才100块钱哎，这有个大人的，这个我应该可以穿，放在家里穿，100块。还有很多小 baby 的鞋，你看这都只要100块钱，因为好像有的是厂商直接放这边的。你看多可爱呀！我那时候怀我儿子的时候，不知道这边有卖，花了好多钱哦。现在觉得好可惜啊！应该生个女儿给她穿这种，给她穿这种多可爱呀，花花绿绿的。哇，还有这个，啊，还有这个，都只要100块钱哎。太可爱了哦，里面还有好多种。小朋友的车，双胞胎车车，还有这些推车，推车，这边放比较紧，都是灰尘，洗一洗的话还是蛮干净的。小朋友的，你看，小朋友的笔呀、啊，还有这个都卖很便宜，大概都是铜板价。看来也没有我要的东西，这个蒸汽也很新哎，可以烫衣服的。带小朋友去就可以买这个哎，啊！可是我家小宝贝不行了，脚已经很长了。看他这个都是。不晓得哪里来，反正都全新的，全罩250，然后半罩150，但是我记错了，哎。好多，你看，寻宝店去看了那个
旗袍，然后我还试穿了一下，结果发现旗袍太紧了。我之前看人家穿旗袍在那个大道城还有那个九份，就是逛街拍照，觉得很漂亮。然后我也想，可是我又觉得800块钱太贵了，就是去那个店里面嘛，租那个旗袍穿一次要800块钱。我想那我还不如自己买一件旗袍，改天来去虾皮上面找一找看，我也来拍个照。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啊？今天中午来吃什么呢？我刚才又去华农逛街了，然后呢，买了那边有一家便当店，看一下好不好吃。他们的这个叫什么？鸡块，我只单点而已。我单点鸡块，这样子的炸鸡块。一共有3块，试吃看看好不好吃。好脆，还是很脆。好吃。不过它这个有点像鸡胸肉，但是又没有很柴，看着起来蛮好吃的。